没有人都没有人欢迎一下的吗？这边，鹏鹏呢？他为什么没有给我铺红绿毯？这就是他们落在这儿冲浪板吗？哎，还挺轻。下沙滩啊！我这这哎哎哎，住哪儿呢？他们啊啊！我拽不动我箱子。不是板儿太大，啊，不想录了。哎呀呀呀，加加加加！啊啊啊 ！Morning。在一起就是向往的生活。这里是由特仑苏有机奶冠名播出的《向往的生活》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 Cinderella 高端食材保鲜要用 Cinderella 铝钛箔。更多精彩内容尽在芒果 TV， 每周五晚24点会员抢先看正片，每周六12点尊享 Plus 版。特仑苏，向往的生活，下节更精彩。特仑苏，向往的生活，现在继续。这里是由特仑苏有机奶冠名播出的《向往的生活》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 Cinderella 高端食材保鲜要用 Cinderella 铝钛箔。向往的生活深度睡眠关喜临门床垫，深度好睡眠才是向往的生活。今天天气好，真的是太漂亮了。今天的海就蓝了，就漂亮。嗯，早上就靠咖啡和茶。你肯定还得还得，不是说好了海南粉？来，咱煮细的粉吧，好吧？好。这眼镜真的就有一种，就是洋气的那种。特意选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时髦的感觉。你看你哥哥这个是不是很时髦？很洋气，很有型，是不是？你哥哥用这个咖啡的杯子装这块猪肉，也是让我也很洋气。迷惑型，这是人类的迷惑，不是什么人类幼崽的迷惑行为，也很洋气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吧？是，他们有没有什么药啊？怎么了？一星哥肚子有点疼。肚子疼。肚子疼。你没事吧？饿的吗？还是怎么的？刚才是不是空肚子喝冰水喝的呀？哦，有可能。哇塞，这个真是，这你们要喝多少冰啊？真是，嗯，全是冰，喝点温水，对，喝别喝冷的了。喝点温水，我上去眯会儿。好的，好的。
虚不虚浮啊？是木在是疼还是说了吗？一开始以为是都这样录。嗯，应该上厕所。嗯。上厕所也没上去。嗯。应该是脚痛。是胃还是这样子咯？是哪里咯？肝里不舒服噻？该是胃了。我的妈。肝里，嗯。冲。脑火烧吧。脑火烧。哎，我看到我那个，但我不敢随便给你吃药。我倒是有胃药，但是因为你有空腹，对不？你一共昨天晚上满不着睡，站起来就搞一大坨冰滴就好。我都看到好大一缸子、八缸子冰滴就好。我觉得你就猛喝点热水，然后上厕所，把吞一下就好了。现在等于是那坨冰滴、那冷的就好凑到个里头，我觉得是。还要你热水不？有是吧？嗯，行了，你休息啊，搞点粥好不好？给你备点粥，你得吃点东西往下压一压。不然你胃里一直是这个凉的，好不好？有事叫我啊。玉清哥咋样？有点不舒服，他没让他先躺着吧。他躺着呢，能不能弄点粥？我给他煮上去了。等一，咱们吃完粉粥就差不多了，好吧？一心可能就是早上我看他喝一个，哇，他真的喝大一大坨冰块，嗯，他不应该喝那么冰的东西，早上起来空腹。对，咱们明天啊，要一大早就得出海、嗯、啊。其实今儿有空啊，就应该把那浮板给做出来。好，做浮板。这就是那浮板啊，就拿个网子一包这个东西就完了。你自己行吗？其实很好做，感觉。哦，这浮板看着很容易就做好了呀。做好了？你看，它都快包上了，我看。真是有才华，鹏仔。这鹏仔现在真的越来越成熟。拉不住这个网，有点。哎。搞定了，快了吧？你要找啥？妹妹，你可以帮我过来拉一下吗？你去帮他。好。帮我拉到那边吧，拉一下，拉住这个网，就是那边撑住。对，你们这俩孩子不晒吗？站那，就是隔一段这样子打。对，去个阴凉地儿去。用这样子翻过来吧。对，要把他身上绑住。你们能不能到阴凉地儿去弄去？嗯。我刚试在阴凉里，但是翻着翻着你就滚过来。那你要不再滚回去呢？马上就滚回去。啊、嗯？你不晒吗，宝贝儿？还行。俩孩子蹲在大太阳里，我说你为什么去那儿？他说我刚才试在阴凉这儿，翻着翻着就滚过来了。我说你为什么现在再滚回去？然后我们把它绑上就行了，对吧？对，像缝针一样的。